导团带来的主题叫做鸣鼓喧天，五彩飞扬。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刘娟伟刘老师、曾静君曾老师以及林秋霞林老师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的表演。哇，他们的道具不简单，还有鼓。是的，待会各位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您可以看到这一位我们的小男生小舞者，我有看到他跳过舞，听说他的地板动作做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呢他待会跳起来可以让各位耳目一新。好，再一次的来掌声欢迎秋霞舞蹈团。我们这个小帅哥哈，万红丛中一点绿啊。我也真希望我是那一位。真的，可能没机会了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一个掌声鼓励。
秋霞舞蹈团还有哦，还有表演。小心，慢慢。